大家晚安，我是吴姐。今天呢要继续来玩分享同乐瓦力欧制造。那今天呢要玩的是瓦力欧杯。瓦力欧杯呢，它好像是每个礼拜都会有不同的主题。那不同的主题我们就可以来去挑战了。那像现在呢，我已经挑战世界排行榜，我现在是前24%哦，我现在是在 B 级。今天影片呢，我想要来挑战看看能不能爬到 A 级，我好想到 A 级哦，感觉到 A 级好像就很厉害，对不对？那朋友排行榜呢，现在我只有赤狐哦，赤狐一个朋友跟我两个人在玩哦。哎、欸，这游戏大家不感兴趣是不是？好，不管怎样呢，今天来挑战看看能不能到 A 级吧。那如果不知道的人，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哦。你看每个角色的右上角都有一个数字，对不对？那个数字呢，就代表这个角色你过一关可以拿到多少分哦。像九福特，因为它比较难使用哦，所以它过一关就可以拿到111分。那像为什么克莱格可以到97，瓦力欧96？还是这是随机啊？哎、欸，这是随机给的吗？我以为是因为九福特比较难用，所以给比较高分了。好，那先不管，我要选我爱用的五只，就是会飞的五人组哦。然后你看他们颜色都金色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是精英哦。上，转动它，上。我自己之前玩呢，差不多都在3000分左右啊，但就偶尔呢，偶尔可以到5000分哦。然后到 A 好像要至少要6000-7000分了。发射！希望啊，以这个分数。以这个分数为目标努力一下，6000-7000分。开灯，开灯，嘿，因为前面都蛮简单的，大概20关、20回合之后就开始变成。喂，堵住鼻孔，堵住鼻孔。哇，这真的要很专注哎！不要被找到，不要被找到。加快了，后面会超快的。机长，机长，来 ，Give me five。有多少个？有多少个？一二三四五。有的角色玩这一关就会很难了，我觉得会飞的角色真的是比较方便哦。抢回来，抢回来，耶！变难了，做出一样的，做出一样的，这里吗？哦，还好。这个我很不擅长的，要被拍到，耶、yeah ！看清楚，看清楚，是哪一边？嘿、hey ，这边，全部移开，全部移开，把广告给顶走，来吧，送到出口，送到出口。哎、欸，呼！打倒全部敌人！哦，差一点，瞄不准啊！刚才传达我的心情，你好湿，你好帅，这个。这还要看错字啊！全部点燃！全部点燃！哦，还好还好。
这边真的开始变很难了。20关以后，照耀他。过去对面，这应该蛮简单的。啊，会飞就好。停下来。让他掉下来！糟糕！还好，硬把他推下去。让他到达！糟糕！这个刚好，哎呦，为什么是他打这一关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吧。哦，还好。让他掉下来。这个，哦，我死一个人了。全部的人都死光的话就不能用了。我送错了吗？不要掉到地上。还好剩三个人了，让苹果掉下来。还好。避开这里。来吧，移开它。没出现的这个，还好，让火熄灭，哦，还好，让茶变色，嘿，制作，哪一个？这个，不是啊，为什么吸错个？解开丝带。寻找鼻子，这个选择，前一个游戏之感啊，保护，我被烧到啊啊，至少还有5000多分啊，我现在最高就是5600多分。我觉得我至少要6000多分才有办法到 A 级哦。再来，打倒那家伙。谁啊？这个，脸盲，分不出来。棒子弄倒，要倒。拔出来。记下来，往右边缺口。哎 ，OK。不要被找到。收拾干净，走开。清洗干净。哦，差点没有洗干净。做出一样的时间，这里吗？4连。让他们亲吻，来亲下去。进行分类。这边，差点搞错。让它飞起来。机长来，停摆。打开开关，爱心，方块。避开，这里应该安全吧？送过去。
避开。哦，我应该直接发射就好，不用人上去转了。哎，哎呦，我应该要飞上去的。啊，可恶！传达你的心情。你好帅，这个。你奶帅，你奶帅是什么？送过去。哎。拯救！呜！照耀他！照耀他！啊，感觉很快就死了一个人了。啊，这个这边。呜！小麋鹿还可以。把他赶走！把他赶走！哎呦，怎么每次都是这一只遇到这一关呐？啊！放进篮子里。哎，等一下。哦，差一点。避开，避开。还好。让它掉下来。让它掉下来，又下去，下去。逃出去，逃出去。嘿，调整重量。哇，还好。交上去，交上去。哎，没有交到吗？让东西掉出来。哎呀，可恶！瞄准时机敲响它。嘿，剩一只啊。推出来，推出来！糟糕，糟糕，没有推到啊！再来，全部拿走，全部拿走！发射，发射！这个关卡很奇怪、欸。它有个难度比较高的，我根本搞不清楚。把棒子弄倒，把棒子弄倒，掉下去。取出全部金币，取出全部金币。啊、差一点。不要被找到，不要被找到。哎，不要找我！把水管连起来，把水管连起来。哎，让它掉下来，让它掉下来。清洗干净，清洗干净。直接推好像比较快。打倒他！打倒他！啊！转动！转动！哦！浇水！浇水！为什么头上会长花呢？有多少个？有多少个？有三个。等级提升了。打开开关。来开关，菱形，菱形，然后棉花。引导他，引导他。看清楚，是哪一边？这边。记下来，记下来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上去，最后一个。
这里。收获花朵，收获花朵，这边。不要被抓到，不要被抓到，哎。传达你的心情，传达我的心情，做得好。这个。哎，炸炸炸炸！又加快了20关喽！让他们吃饲料，让他们吃饲料。这个会飞的角色就比较简单。过去对面，过去对面。喂，这个也是。把蛋弄破，蛋弄破。孵出原始人。藏起来，藏起来啊！这个很难，哇、哦，直接压大便，让它掉下来，让它掉下来哦。带领球进洞，哦，还好这一关是遇到它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它接住什么？它接住壶。掉下来，掉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逃出去，逃出去！哎，不要掉到地上，不要掉到地上！啊，哦，还好，还好，踢到结束，卷起来！啊，来不及！揉面团，揉面团，这个很难呐、啊。全部穿过去，哎！瞄准时机敲响它！我搞错角色了！让三个人坐上去。哇，是艾希第一个。弹奏它。靠你了，只留下瓦力哦。好快！让他站住。哦，还好还好。回家，回家。哦，来，我要6000。悄悄拿走。哦，来。拿走全部物件。哦，来。拿走的家伙。啊！啊！脸盲，脸盲，啊！真的，但我破纪录了。赶快先登录一下排行榜。啊，这样5900有到 A 吗？哦，现在还是 B 上呢。我来看一下，我在哪里？啊，我上升了2%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到 A 真的是需要6000多分哎，我们再来努力一次好不好？拿走物件，拿走物件。哎，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哎，你们看右上角有一个暂停，我可以先暂停，然后呢就知道这一关是干嘛的，我就可以赶快。进行行动，这样算不算作弊？这样算作弊吗？取出全部金。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像这样子？哦，就是被我发现到一个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啊！拔出来，拔出来。好。可是也是要反应很快哦。因为你按暂停的时候看不到画面了。把水管连起来，把水管连起来。哒哒哒哒哒。
下来，让它掉下来。突然找不到目标，清洗干净，清洗干净。6000分应该有机会了，我努力一下。收集3D，收集3D。2、3。噔噔噔，来，又来。本垒这边，这边，剃干净，剃干净，这里，直接用炸弹剃，让他们亲吻。哎，过去吧。搬过去，搬过去。全部移开，走开！找到讯号。哦，居然还放在最后。逃出去！逃出去！快快快，让我过！转动它，哦，啊哈哈哈，让它到达终点，让它来来来，赶快过。哪种颜色胜出？应该是这边了。噔噔，用刚好的步数到达终点。哎呦！我要爬上去，我都会忘记爬上去。把蛇赶走。哦，哇，死一个人了。起来！差点卡住。让他们吃饲料。让他们吃饲料。全部卷起来。全部卷起来。来，成功进！哎呦，哦耶！转动它，转动它，这里这里，掉上来，掉上来，这里，保护篮球网，保护篮球网，走开！拿掉小禾草。拿掉小禾草，奇异果，把皮剥掉，把皮剥掉，这样有剥掉吗？调整火的大小，调整火的大小，这里，不要掉到地上，不要掉到地上，哦耶！哪一个？这个哦，还好。敲响它。啊，还好来得及。弹中它。看清楚。看清楚，来，我看。找出来。这个。胜出。胜出。耶、yeah, ！不用动，太好了。不要被抓到！不要被抓到！哦，还好。回家。回家。耶、yeah, ！让它破掉。让它破掉。耶、yeah, ！6000了，6000了。让它睡着。让它睡着。啊，来不及。放着弄它，刀刀刀刀刀！我要多拿几分。啊！为什么拿不动？记下来，记下来。左上下下。耶！来，
挤出来，给我挤出来！开灯，开灯！哎呦，哦，开错灯了！摇晃它！啊，这糟糕，这个很难摇！啊啊！不过太好了，6800！啊，我拿到金杯了！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耶，赶快，我们赶快去登录排行榜。耶耶，我们直接到 A 上哎。耶，我已经到全世界的13%了耶。所以呢，我可以领取3000点的点数，还有一个五星的道具，是不是？太开心了。你看，还可以这样子秀给赤狐看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的分数是你的2倍。等一下，再偷偷的传讯息给赤狐看了，给他炫耀一下。啊，太好了，这样我们今天任务达成了。哦，果然还是会飞的这5只，我用的比较习惯哦。虽然没有到7000分，但是有6800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好了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来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